最一分成功，金榜题名。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现在来到台中大肚的追分车站。因为我家小东明天要在台中乌日参加青少棒比赛，所以今天先到台中来。今天要来造访志高镇步道。第一站先来到追分车站。祈求明天的比赛追分成功。所以我们简单参观一下这个车站以后，就要前往志高镇步道了。我们现在抵达志高镇步道的路口。如果是搭火车前来造访志高镇，那就在成功火车站下车，然后大约步行20分钟，经过上光寺，那就可以抵达志高镇步道的路口。步道就沿着志高镇而行，一路平缓好走。水沟桥面危险，因为走引水桥太危险了，所以建了一条高架的栈道。这是水沟桥，就是所谓的过水桥，也称水圳桥。这边有山径，应该是通往学田山。过小桥。前面有一座小桥过水圳。哇，这边要盖一个道场哎。前面右转，往好汉坡，爬往学田山，走一段产业道路，没有三角点的符号，好汉坡的路口到了，指标导到第一面，不是很清楚，这一段是好汉坡。哇，这轮胎步道。学田山这边曾经发生过火烧山，所以整个山头没什么树林。哇，展望不错。学田山三角点。学田山三等三角点，海拔139公尺。前面会接成功西路，可以绕回志高镇步道的路口。我们现在正走在大肚台地上。前面路径变窄了。前面出去是成功西路。等一下，我看这边有路，看能不能下去。
这边有一条山径，我判断应该是可以接回至高圳步道的路口。这条山径我没走过，不过看 Google 卫星地图，是有一条很明显的山径可以接回至高圳步道的路口，那就走走看。路径非常的清楚，这边下坡有点滑，有一点陡，尘土飞扬，没有拍到。我台北市跳远第五名，这位前福德国小田径队的选手，示范一下怎么下陡坡。然后丢在你边上。我的裤子啊！我的裤子啊！屁股都是土哎！那你害的啦！只有一个包包，一件裤子。哇，一路陡下，所以建议带小朋友不要走这条路。哇，你觉得这条路可以吗？青少年可以走吗？啊？轻轻松松。你觉得可以吗 ？OK 吧。我家小东刚刚爬山觉得很无聊，现在走这种路下山，他觉得蛮有趣的，蛮好玩的。这个小跑步。我懂你的意思。这条山径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哦，我看到水圳了。哎，小心啊，这段拉绳索下去就到了。哦，回到至高圳了。小心一点啦、到水沟桥了。回到大榕树了。我们走出水圳步道了。今天的路线可以分成三段。第一段至高圳步道可以说是亲子型的，老少咸宜。第二段登雪田山算休闲级，那下山走的山径算是挑战级。如果带小朋友的话，那建议就是走至高圳步道来回就好了。如果是登山健行的话，那我还蛮推荐我们今天走的 O 型路线。差不多就两个小时的时间，绕一圈，回到步道路口。今天至高圳的旅程就在这边结束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多一点分数，没有没有没有。